Our first guest is one of the most famous action stars in the world. He's appeared in the films Rumble in the Bronx, Super Cop, and Rush Hour. Please welcome Jackie Ch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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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fter 56 years film industry, making more than 200 films, I break so many bones. Finally, this is mine. 这话讲的就是我一拿来他就很正经的讲。 很标准的, 这是 Jackie Chan, My name is Oscar, 什么 Academy, 因为他讲 Life 七分半, 我有一点我拿奖, 不可能, 去颁奖, 太可能了, 颁奖吧, 才知道我自己领这个奖, 那个时候真的是, 哇, 好像天掉下来一个大礼物, 我出席很多国际场面，我都是穿唐装，因为我还没有成名之前，常常到外国去，有一些宴会，人家去就，Ohio，No，Chinese，from Hong Kong，Oh Hong Kong，part of Japan，就是他们就搞得乱了。后来我要穿唐装，穿了以后，人家一来就。 你好吗? 就直接跟你讲国语。 I want to thank you, Hong Kong, incredible city, my hometown, my hood, who made me, China, my country, proud to be Chinese. 一直开始就有家国情怀的思想，我想从骨子里出来的。 就我在领事区长大，周围的都是外国人，我是一走一看见外国人，很自然的我就要往边走。我跟他们打架，回来还给爸爸打，打完以后我还要去外国那边去道歉，就是这种心态。我想每一个年轻的小男孩都有个英雄梦想嘛。我小时候想做警察，想做消防员，就想做一些。 可以帮助人的英雄，所以到我自己做导演的时候，就开始派了A计划。A计划我做一个普通警察，我说你们干革命太伟大了，我们干不了，我只能做地方的警察，我就要维护地方的安全。平常生活我很小心，我在平常开车，天桥底下我都不站，也不知道几时砸下来。 我觉得死得很冤，过隧道海底隧道很怕，其实堵车我都不敢进去。啊，我一些朋友说我们去滑雪不滑，是 holiday 去玩，我以为滑雪滑一个月，潜水潜300个小时，什么bungee jump 啊，什么开快车啊，我每天都在冒险。拍戏我会用我的生命去拍戏，我可以冒生命危险，怎么都可以，我觉得有价值。二三。 来了，拿个凳子，拿凳子过来。什么事？哪个段了？你很少看我发脾气，而且很多人在现场，你可以问我都不发脾气的，我去帮助他们，因为我常常我一在剧组。 我都要跟每一个人去解决我的问题，我不知道跟谁讲。有时候蛮孤独的，但是现在这种呢，我也学会怎么样去调节自己。收了工，忘掉；开工，要解决的事情马上解决，不能解决的事情让时间帮我解决。 很多人想做成龙，就做不了。我今天已经是成龙了，为什么我不好好的做好成龙大哥、众人家长这个角色呢？上台那一刹那，我觉得。
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是有神的，有对我太好太好，所以我要把我更多的幸运，更多的 lucky 分享给别人。全部得失自由全心志，跨步上，云上我要去写，明知。